你莫误会啊，代志毋是恁所想安尼，恁还要解释啦？想要解释啥？我无采像阮三姐遮尔啊戆，会相信你讲的话。我想你即摆该想要讲，因为郑凯哥哥的身体无爽快，你想要赴伊，结果嘞重心不稳，伊射伫你的身躯顶哈。你才讲的拢对，不过小叔，其实我有……其实安怎？其实哦，其实你就是偷吃啦！你查甫人吼，张新凯，我这尼啊相信你，你哪当咧对待我？丢妹，你飞黄腾达，事业有成有。你有变作是一个负心汉啊、喔！你要结婚啊呢？搁伫只劈腿？啊，够你啦，吕真儿！你明明知伊有女朋友哦，搁想要做小三哦、喔？啊，是安怎？甲办公室当作是磨铁哦？做这种袂见晓的代志？张振凯，你真正让我足失望的。你甲伊真儿？我袂甲伊抢啊！我会退出的先转你，互你去创伊，袂互你为难。你之前讲你只是客有婚姻，其实拢是讲白菜。你早就过去真早，你对伊已经有感情啊，对无？不过我之前看到恁两人的行为遐尼暧昧，哼！我看这一切拢是吕真的计划，你用心计较，和张振凯做执行长。咱要用职务之便，再找机会相处。三姐，人是有情有势的，你是要怎跟人拼啊？小秋，你较冷静就好，你听我讲，我甲振儿真正无啥，这一切拢是误会。我已经起码就看到，那有可能是假的。对的，啊，这无啥，是要安怎才叫做有啥？我之前哦，已经有拍过破坏阮二姐婚姻的小三啊，所以我对拍小三是最有经验的啦。我今仔日哦，一定要替阮三姐出一口气。小妹妹，请注意你的嘴，应该讲你读书吧。你读小学的时阵，你老师敢无教你教过，什么叫做礼貌够尊重些？恁咧素未不婚，就要出手拍人，我一直化讲我是小三，我是会当甲你告呢？你告啊！我才无咧惊你咧，我为着要保护阮厝内底人哦，什么